哎，来来来，各位来，我现在哈，又在看到说什么，他在 Facebook 公开道歉说伤害人民，还是什么？我要怎么说呢？早知今天何必当初呢？干你呢？你这样是不是呢？自己打自己的嘴巴，没什么两样。做东西要先用脑。要讲话要先经过你的大脑，你不好在那边讲了风凉话，然后来对不起，我做你的军师，我教你怎么打仗，我在打一个国际的 game，美国国际的 game，我的团队里面有50个人，我带领他们去打任何每一场战争，我包赢，没有包赢我不打，因为那个是浪费钱的。我现在做你的军师，免费的教你怎样打仗，来。首先，别念烟水。你应该不要讲这样多。你应该说，你站上去台上的那一刻，你应该说那一句，就是林冠英搞不定槟城这个烟水水灾的情况了。那我们马华决定出一份力量来帮忙槟城的人民度过这个难关。那我相信很多槟城的人哈，不一定是槟城的人呐，包括马来西亚的人呐。会对你们马华改观那么一点点，至少都有一点点信心。干你哪里？你在讲风凉话，讲完了，对不起嘞。你几岁了？啊？你几岁了？你刚才有没有在 Facebook 看到一个视频？他爸爸跟他的儿子说：“我没有教好你啊，我应该被惩罚。”叫他儿子打他爸爸，打回他自己呀、啊？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视频？你在这个视频里面，你学到什么东西啊？你读这么多书，你打多嘞？Hello, please，打多 please。读书的人呢？你奉陪打多嘞？你不简单的人来嘞？哇，男的，你做么搞这种笑啊？讲完风凉话，然后讲 sorry 啊，有空你找我啊，at 我在 Facebook 加我，你要讲什么的时候，你先问过我，我做你的顾问，我做你的军师，我教你怎么讲话，我教你怎么做事情啊，我包你的打都做了都值得，我包你在 MCA 里面有地位战，我包你在马来西亚有人相信你，有人支持你，我不能说100%，最少都有0.01%支持你，好过你现在1%，0.01%都没有，讲话还要给我屌，他妈的，我真的是不想屌你了，我从来没有屌过人的嘞。刚才有一位说得好，他说什么什么，人家讲多了，他有一句讲得很好，什么有人家做善事找他如果做坏事就别多他一个，对不对？有一个是这样子说，他讲得好嘞，所以说你应该向他学习嘞。我从来不曾去屌人，不管你怎么屌我，不管你怎么讲我都是跟你笑，嘿嘿，hello，你好，当个啥过了就算了，我何必跟你气，对不对？我跟你气没有用吗？这样我快一点老嘞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差不多老了，他妈的，我还跟你气做什么？这种小孩子的事情，现在问题不是在小孩子的问题上嘞，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天灾跟人民嘞。槟城有多少个人受难受苦在那边？干你那几百，你在那边讲风凉话，讲完了你来讲 sorry，就好像我强奸了你的老婆，然后跟你讲对不起，我上错床了，我以为是我老婆，你讲可以吗？你讲对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哦。上次不是有一个那个马来部长讲什么强奸女孩子，然后那个女孩子如果愿意的话，可以嫁给那个强奸犯，对不对？这种是什么 logic 啊？这个是读书读得多还是读得不够嘞？哼，哇，男的，我觉得你们很好笑嘞，不懂哎，就是你们做部长的话我觉得哈。真的还没有那个能力啦！真的，我可以讲是批评你了，还没有，你还没有到那个程度，还没有到那个能力。你应该想一想先，怎么讲啊？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好像李嘉诚讲的，如果你要如果我想要成功，我要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可以跟你说，李嘉诚讲这句话也是在讲屁话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
他有几百个亿去投资一个地方，那么当然知道未来是怎样啦，对不对？你去看你的甘榜，你自己的家，那 JB 啊，哪里啊，你去看，这边建屋子，那边建 shopping center， 未来不是很旺咯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要学的是，不是李嘉诚这种啊，几十个亿出来丢这样的，你要学的是要怎么去帮助人民。你站在一个党里面，对不对？你是华人的党呢 ，MCA 嘛，华是华人，属于华人的党呢。去讲这种风凉话，讲完了，然后来讲，哎，对不起，我伤害了，伤害了槟城人。你不只伤害槟城人呀，你连每一个州的人看到你都堵拦了，你跟槟城的人讲 sorry 了，你觉得也耍呗，也耍呗，哈。你好笑嘞！你这个部长，你这个副教育长啊，哈，麻烦一下，不如讲，你换一个位置坐好不好？换一个位置坐，换另外一个人，可能我觉得马来西亚的教育会变成更好，因为至少以后不会教出这种先坐了然后跟人家讲对不起的啊人出来，就少了几个，那么社会就比较那个什么 balance 一点的，对不对？多了你这样的人出来，社会哪里会 balance？ 哎呦，你帮忙一下嘞！哇，娘哎，不要讲嘞，真的，我看到你，我真的是好笑又头痛又头晕了、啊。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呢？在那边讲风凉话嘞，哇，人呢？啊，我不懂，如果以后你有什么事的话，我是要笑还好啊，还是哭还好嘞？对不对？我因为在我人生当中啊，我遇过最好笑的人就是马华的人哦。常常讲那些有啊无的啊，有没有的啊？啊，你们不觉得好笑吗？哇难呢，我不要讲呢，我就是睡不着，又想骂人，看到他这样子讲又想骂他，然后啊又觉得很好笑的，为什么会有这种华人呢？这个是马来西亚嘞，华人的地方有灾难，有包括马来人同胞，马来人都会协助华人一起度过这个难关。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却跑出一个这样脑残的华人来讲这种话。哎，如果林冠英在看这个视频的话，林首长还是林什么，我不知道哎，这个我就不会嘞。关于你们政治的怎么叫，我是想，冠英，你做得很棒，啊。至少你没有拿手遮住天去啊，避免他下大雨，这个是你办不到的事情，我相信的，我非常相信你办不到接勺接听那种感觉啊。可是这个可以嘞，这个马华的报告新闻的那个，哈，那个可以嘞，哈，那个简直就是超人呢，啊，哇，他比超人还厉害的，然后接勺接听那种嘞，啊，讲到哇难呢，你。我重复看他的视频啊，看了六七次。啊，陪我到天亮应该是没有可能啦、啊、我看他、啊、等一下我还有那个国际的 game 要打，我的 team 在打仗啊，我多一下子要回去打 game 了。他五个小时一个 round， 差不多要到了两点，就是 second last round 了、我一定要打。喂，你们去跟他讲一下，如果缺少军师的话可以找我，可以找我。我免费的，不用封作的，都不用什么啊，不用套头露面呐、啊，啊，就是 Facebook 讲就好了。有什么东西要有意见的，可以问我，可以问我，我可以跟他讲。我虽然人不在马来西亚，可是我对马来西亚的东西了解得很。每一样东西，国家卖什么出去给外国。刚才有人跟我讲什么波段卖掉差1%。还有什么东西卖掉，很多东西我跟你讲，甚至很多东西啦，我知道的我不要讲啦，你们自己慢慢去看马来西亚啦，对不对？我也坦白讲，我没有想过我以后会回马来西亚发展，
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想过的。你去过外国，看过外国的月亮，真的是比马来西亚圆啊！而且人家的部长不会像马来西亚这样的部长讲话啊，他应该说，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，马来槟城现在这样的情况，你不应该站上台去批评林冠英，那么你应该做的就是，我马华虽然没有控制这个槟城，我不是这个槟城的头，可是我马华是代表华人啊，我可以去帮忙啊，不单单说只是要带帮忙槟城而已，你也可以帮忙很多地方的，对不对？现在 Facebook 很发达嘞，我发现 Facebook 里面很多种族在马来西亚人，马来人里面的观点已经不再是那种种族歧视，已经是减少了很多，就是因为这个 Facebook。那么啊，你马华应该是不是去帮忙？哎，对不对？你们讲对不对？我去帮了你马林冠英，他妈以后的事我们以后才来讲，对不对？当打仗的时候我们才来讲，战场无父子。现在是为国为民先，为人民先，人民先走在前面先。他妈的，他开站上去这个台，是不是先在讲他的党先？讲批评别人的党，讲到当初好像神一样啊，还是神别跟天斗啊？你讲什么懒觉？你拿那个靠 UBSR 什么16个什么啊？16个临时什么考试站啊？怎么、啊？你的党很伟大是吗？你做了东西是吗？他妈的，对你自己来而言，你是很伟大了，很伟大。对我来说啊，你他妈的一点人情味都没有。人家的小孩家里淹水，心都伤心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的家会变成这样啊？你还叫人家去考试？我跟你讲啦，100个题目啊，能记住10个，谢天谢地啊！他妈的插香了啊！他妈妈在家要插香，感谢我女儿、我儿子啊，还可以记得那个书啊，怎样去考这个试啊？他妈的你真的是脑，人家想讲啊，脑大生巧啊！啊，你不是，你是脑多生了个巧啊！啊，全部装的都是毒啊！那种。那种没有用的东西，肮脏垃圾，对不对啊？怎么来的？你说你们说我讲的有没有理由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站在你现在是自己是一个小孩，12岁的小孩，你看到你的家在淹水，你还有心情去考试吗？你能不能考到 A 回来？不要讲 A， 我们不要讲 A， 我们讲 C 就好。你能不能确定你能考到 C？他妈的，去到学校坐在那个考卷前面，都想着那个家淹水的情况。昨天下起大雨了，还去看那个题目哎，来，我回答完了，我可以去看我的家怎么样了，啊，还没有考，还没有开始写名字下去，就已经流泪流到满脸都是泪哦。回家我的家不懂好了没有啊？他妈的，哇难呢，哎，哇，刚才还有一个人。他讲什么？我的像贼像，你可以随便你讲，我什么像贼像也好，像人像也好，像鬼像也好，这种东西对我来讲没有用的。你有发言的自由，我没有权利去阻止你的那张嘴巴讲什么东西，你的手写什么字，我没有权利阻止。所以说你自由发挥啦，你自由发挥啊。我就是这种人呢、啊，你爱怎么批评我就怎么批评我，我完全不当你是一回事，我只管好我自己。然后啊，我现在要管的就是我多一份工作出来，就是要管这个报新闻的，啊 ，MCA 报新闻的那个，啊，他讲的那番话，啊，道什么歉，麻烦一下，你不是向槟城人道歉，你要向整粒地球的人道歉啊，说我身为一个部长去讲这种话。
啊，你不好去向槟榔人道歉而已嘞。改天哪里哪里，斯朗诺啊，KL 啊，哪里呀、啊？酒后烟水啊，你又在讲了啦！哇，酒后啊，什么烟水啊？哪一个部长又讲到好像他是神一样啊？什么啊？然后讲完了又在对不起嘞，我伤害了，没有顾虑到啊 JB 的人的感受，KL 人的感受，我伤害了他们，对不起。他妈的，这种话是能讲的咩？对不对？你读这样多书，你连早日啊，什么早知现在何必当初，你都不会啊？你还要我教啊？我只有 form three 而已嘞，对不对？还有，刚才还有人在我的视频里面说什么什么，好像是说关于说我不是好人的啦。我跟你说，我做的是正行。我走的是正路，我从来没有走过一次歪的路。我所走的，我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这个我要跟你讲清楚啊！你自己考虑清楚啦。你要讲我什么都可以啊，我只是澄清我自己的为人啊。然后啊，我不会像那个臭鸡巴一样啊，先做了，然后先讲出那种脑残的话，然后才去跟人家说的。因为我凡事要讲什么东西，我都会先想先，我会考虑先，我会不会得罪别人，我会不会去伤到别人的心，还是伤到人家家里人，那就不好，对不对？毕竟人家没有得罪我，你们在这边看我视频听我讲话的人，也谢谢你们的时间啊，对不对？你们没有得罪我啊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必要去批评你们讲什么东西，或者是你们回答我什么东西，我根本都不需要管，对不对？我要管的是那个嘴巴不干净的人啊，那种在讲风凉话的啊。我刚才已经讲了嘛，对我来讲，奇迹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死，我没有看他去死，这个就是奇迹了。我从没见过奇迹，奇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我只知道双手努力的去做工干活，每天做工就对了，赚的钱收起来，就是这样。啊，改天想去哪一个国家投资啊，就去哪一个国家，对不对？我们马来西亚哈，这个政治哈，最衰的一个党就是马华，我可以很敢讲的，真的，我不怕的。你要来做我，我也未必可以给你抓得到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自杀咯，我可以自杀的，我不要给你抓，我就是这种人咯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干你哪里？从以前啊，是一个很有用的党嘞，过后啊，越来就越夸张，越来就越恐怖嘞，好像做的东西都是他们在赚利，我们在付出这样嘞，连白炭堆牙都要得开嘞，开了又不值得嘞，啊，没有东西回来给我，没有回报的嘞，对不对？啊，某些国家，你看你去到那边，我跟你们讲。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你们说马来西亚的福利很好，至少我们去中央医院那个 hospital bazaar 看医生，医药费只需要付一块，现在好像是付五块是吗？我不知道啦，我大概啦，我知道以前是一块，我有去看过一次。那我跟你讲啊，